72号的张伟谦，现在本季的打击率是2.42，有着5分的打点。哎，场上投球的依旧是林奕豪，这球哇打到林奕豪的身上，结果弹到三垒手，哦，对，这球林奕豪一颗心的那个对，助攻当嘛，然也要归功于三垒手的守对，备啦，陈金忠的速度啊，形是。成一好一坏。这球打到了游击方区，游击手接球之后快传一垒，要打者是张伟谦。这球也是提前落地。嗯，讲多不啊，至于，嗯，对。这球还。